OK，来大家看一下 video，我们继续啊，有吗？OK，Howard 在 connect 着他的声音，OK，来 everybody，video，video，OK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 Howard 再 connect audio，幸好没有下雨，现在前一阵子一直这个时间在下大雨哦。哦，俊轩，OK 吗？你做到吗？会做吗？OK，不要等他问了，我问他会怎么 connect 不到。OK，我要讲，我讲完这一个部分先啊，还有三题，我要给你看哦。其实有三种题目，OK，真正来讲有三种题目啊。然后我再讲那个圈圈题的答案，或者是那个写的答案。他会 connect 不到的，为什么啊？他在 connect 声音，OK，不要紧先啊，来大家注意啊，OK。C 跟 Donkey 是一样的，你翻回你的课本先啦、啊，大家，你要做自己的一个笔记还是怎样啊？我会做选择题罢了啦，OK 吗？很好啊，也可以做选择题，因为其实这个部分还没有完的啊，OK。所以吼，大家你可以看到刚才 A 跟 B 啊，他是讲哦，first minute，他讲啊，你要看题目啊，其实它的差别在题目，minute pertama, minute kedua，看到吗？sorry。不是 minute pertama，还有 dua minute pertama，first 2 minutes，看到吗？前两分钟，前三分钟，前四分钟，好，我注意啊，OK，注意啊，它的题目有三种，A、B 属于同一种，C、D 是一种，E 是最后一种，OK，差别你看一下 C、D 啊，C、D 的题目是哦，在第二分钟，second minute。Minute 可读啊，你看到 C 跟 Boy 的差别吗？大家找一下 B 跟 C 的差别先，看你的课本很重要，这个可以帮到你拿分的，因为它是送分的。如果你看懂了，就是送分的了。B 是在讲前两分钟，总共你要拿的时间是120秒，因为它要前两分钟，有吗？对吗？你要拿的时间是120秒，因为还要从零到120，看懂哦？OK，可是呢，C 是在讲第二分钟，第二分钟是一个分钟半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第二分钟的意思吗？Second minute 就是从第一个到第二个，所谓的第二分钟啊，就是你在进入第二分钟的时候，所以时间是60秒来的啊，明白吗？这是 C 跟 B 的最大差别。OK，它的差别就是真正来讲是从第一到第二分钟，那个叫 second minute。OK，可以啊。所以你要的东西就是哦，你要的东西是从第一分钟到第二分钟啊。你看啊，所以我讲为什么有课本哦，非常的清楚，就是这样。它还画给你啊，它是讲哦，从第60到第120秒，所以你有一个起点。有一个 start，还有一个 end 呢，所谓的第二分钟，还有一个终点，OK？起点、终点哦，相差了十罢了，看到吗？好问，Darren，OK 哦，起点跟终点嘛，对吗？所以他用他用这一个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啊，OK，我借用这边了啊，他用这个，他拿，OK，不要紧，他拿它的那个差距哦，20到30嘛，是不是？它拿30减掉20，当然是多的减掉少的啦，明白吗？好问，不要等下 negative one 啊，你的那个 understanding，你至少可以理解一点点了。多的减掉少的啦，差距就是把这里的差距很明显就是10了嘛，是不是？cm 三啊，可以接着时间放下面对吗？时间是从60到120，当然了，它的差距你可以拿120减60，或者是你直接写咯，60秒。说、答案了啦，你按 calculator 按出来0.17啊，过后你就写 cm 三，下面那个时间你要写减一，就是这样罢了。OK 哦，OK 啊，我们看多一题一样的题目啊，它讲 third minute，OK，、谁还不是很理解的话？留意一下动机啊！等下我再问你，你理解到多少啊？1到10，OK？好，问，注意一下啊！如果你不是很理解该 C 的话，try 多一题啊，OK？So 它不是讲 first 3 minutes，不是，它讲
the third minute 英文来讲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理解，好不 OK 哦？第三分钟 that means 是从第二到第三，从120秒到180秒，理解哦？所以你的那个材料也是这样啦、啊、或者是产品啦，它的差别你就画，要画上去画上去，对不对？ After that 多的减少的，因为它真正材料的差别是改变了几多，改变了五罢了，多了五吗？是不是时间哦60秒罢了，因为所谓的 third minute 啊，因为、哦、它所谓的 OK 你有问题问到很好啊，我讲是因为我的 chatbox 有问题啊，为什么不是第一到第三分钟呢？因为所谓的第三分钟啊，就是那一分钟里面罢了，那一分钟里面罢了啊，就是第三分钟 OK， 第二分钟就是那第二分钟里面罢了，所以都是一分钟来的啊 OK， 所以啊35跟30的差别是我啊，时间就是一分钟里面罢了，所以60秒了、哦、一样的。这种题目我是鼓励你先写单位的哈，平时你们发现我都讲不要写单位不要写单位，因为我们会乱的，可是这一个呢你只要出了啊，你只要剪完了，我是鼓励你写单位，因为我们才可以按了出来，对不对？ Let's say 你是 0.08、哦、我才可以看到 OK CM3， 然后我看到哦是 second OK 我就这样写了，所以、so, 这个我是鼓励你写单位的，很多时候我都讲不要写单位写的，对吗？ OK 啊，所以啊相同的哈，如果我讲第一小时第二小时 that means、哦、第二小时是从一到二的时候了，第三小时是从二到三的时候了，知道吗？或者是说这个是 语文来的，讲真这个不是你的你的数学的问题啊，这是语文来的、啊、我们讲哦诶 Sejarah 啊诶，你们的 Sejarah 不是我教的 Sejarah， 我讲好像我讲 Abad 和 Tujubelas Howard， 问一下 Howard， 我很想问他了，这个是什么年什么什么年来的，是一六多多年还是一七多多年还是一八多多年，不懂的人你顺便了啊哈。所谓的在 Sejarah 我们每次看到这种东西嘛，对不对？ Abad ke tujuh belas OK， 它意思是一六多多年还是一七多多年，十七世纪的意思是什么，还是一八多多年，什么是十七世纪？你可以用这个分钟去想啊， third minute 是从第二分钟到第三分钟啊 OK，十七世纪是一六多多年还是一七多多年还是一八多多年，谁知道嘛？你们可以回答我的，不一定好我的啦，好我的叫什么谁知道，你可以回答我一下，对很好，是一六多多年来的、啊、大家哎，画不出来这个他一直跑这个东西出来 OK， 谁不知道这个你要注意一下、啊、所谓的 Abad ke tujuh belas 是一六多多年，就是进入这十七世纪的时候，就好像现在是2021年对不对，现在是 Abad ke 21 了，现在是21世纪，我们从20到21嘛，现在是20的世纪哦，这样咯、啊、21的世纪，对对啊，好的对 OK， 所以这个原理也是一样，因为它讲的是分钟，所以 third minute 是从第二到第三分钟 OK， 所以啊第三种题目啊大家 OK， 第三种题目这个一啊，这个是最容易的，这个是它的平均不拉大、average， 所谓的平均就是拿它结束的时候，可是要找结束啊也是要、也是要理解这个表结束到底在哪里，其实它画了给你啦，但是我要讲的是、哦、请你结束要小心啊，不要拿这一个，你看到这边结束吗？不是，这个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不是结束，结束是它开始平的时候，这里才是结束，你理解我讲什么吗？开始平啊，那个 graph 开始变平就是结束了，说不要拿最后那边啊，不要啊，全部人 OK 哦，结束啊，说平均就是你拿结束那个点哦，总共除总共就可以了，总共啊它产生出来35啊 cm3 的 gas 啊，在几久里面啊，在180秒里面，这就是答案了，所以你按 calculator 出来，然后这样说平均是最容易做的啦，找那个终点 OK 哦，大家平均是最容易，三种题目啊，你一忘记哦，你参考回这一个、这一个课本的这一个 part OK
OK， 大家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还有9分钟罢了。OK，我们看一下刚才的这一些题目啊。好，哪一个哦，它的 kadar tindak balas paling tinggi，highest rate of reaction，that means 它是最慢还是最快？最慢还是最快？highest，当然是，可以 react 一下啊，当然是最快嘛，是不是？OK，你画给我了哈。好啊，你画给我啊，选那个答案给我啊。OK，说、so, 哪一个的 reaction 啊是最快的咯？讲，哎，看懂了哈，嗯，应该看得懂了。哪一个是最快的？你可以猜一下。哎，不用猜啊，这个很明显呐、啊，哪一个最快？我还在想，嗯，那个东西看得明吗？这样可以画的不是？有谁要画一下吗？OK，还是我开那个笔，应该是可以啊。你 try 很好玩的那个画，Yes，哦，我看到那个。你们看到他的名字了吗？哈，如果他画的话，刚才这个蓝色是谁画？你们知道？看得到哦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？可是我看得到的啦。哦，看到了，OK，对，最快，你看啊，会有这样的题目的，蛮容易的。你要理解那个题，那个字罢了。其实，OK，电脑可以画，用你的 mouse 画。你要找这个 annotate 啊，它有一个笔的。这个 annotate，然后有一个 pen 这样的啦，啊，我不会画，在你的那个 Zoom meeting room 的那边，电脑可以画，就是电脑才方便。有，然后那天他们还找到很多很 special 的东西，就突然间我在教我们画，突然间就这样，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这样可爱的，这样的东西可以用了，啊，好，我看到了，啊，option 啊，view option 啊，是了是了。OK，所以啊，最快啊，大家当然就是啊，烧。我们讲了吗？说其他你不懂了，你可以大概猜的这一个。OK，我要讲一个东西啊，等下，OK，我帮你 clear 掉先，因为我要用这一个，因为我要 record 起来。那你啊，这一个，OK，这个啊，就是燃烧了哈。OK，donkey 是什么来的啊？这个是山洞里面的那种石头，我不懂它华语叫什么啊？把山洞里面呢、哦、有这两种石头，stalactite 还有 stalagmites，OK？、Okay? 啊，就是山洞里面的那种岩，它不是叫岩石的，我知道，我不懂它叫什么石头啦，因为其实石头有很多种的，OK 啊，C 啊，D 题啊，OK 啊，先拼 OK 哦，我今天忘记了先拼，没有发现到你，因为你很安静。OK，第二啊，We can determine the rate of reaction 啊，嗯，by observing the changes，所、so、以我们可以确定啊，那个速度啦，就是看那一些材料和产品的我们可以观察它们的改变。OK，说、so、什么是 kada 到底？什么是 rate of reaction？他问，什么是 rate of reaction 啊？哪一个可以解释到 rate of reaction？第二题你们是哪一个？哈，哪一个是关于 Hasil Tinabala 是对的？有吗？材料是减少的哈，注意啊，OK？产品是增加的啊，我就讲这个罢了。怎样增加，怎样减少，要跟着时间，要有时间，所以不是 C 就是 D 哦，要有时间啊。好，这个第二题是什么？有吗？啊，先拼，应该没有发现到哈。加一，这个第二题你选什么啊？也可以 type 给我啦哈，不用，不一定要用画的。第二题选什么啊？加一，Yes，OK，对，所以是 donkey 哦，因为他讲这一题，这个 donkey 讲的是 product，哈是有吗？产品增加，但我讲一定要有时间的。随着时间增加了，那个产品，OK，所、so、以 C 是倒转回来了啦哈，应该是减少，因为 reactant 巴汉材料是减少吗？你越烧它就越少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原本的东西没有掉了，OK，所、so、以第二是 donkey 啊，你们写在一边先啊，OK，好，第三或者是啊，OK，我知道，如果这个哈、啊、我拜一去 print 的话哦，我直接 print 有答案的出来给你啊，OK。像前面的你自己写一下，你做自己做你的笔记啦。但是至少你会有一些答案不用重写了。OK，第三呢、啊、，the rate of a fast reaction，卡达迪纳巴拉斯，这个就是该我教你的高或者是低罢了啊。我相信这个没有问题啊。OK，诶，第三什么答案呢、啊、？Fast 就是 high 了哈，对吗？
rate okay, slow 就是 low 就是这样，对哦，有问题要跟我讲啊。OK，所以第四题该你算到了吗？第四题该我教大家算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啦哈。所以我们重新理解一下，刚才我们看到是讲啊，我们该学了那 A 到 E 了哦。现在我们再看啊，他讲 zinc powder，你看啊，同样的实验来的。Zinc 啊，cerbo zinc 是一个金属的粉来的，知道吗？所以那个金属粉跟 acid hydrochloric 跟一个 acid 产生反应。我讲了，金属放进 acid 它会融化掉，同时它会产生出 hydrogen gas。所以刚才呢，我同时讲一下，你的课本呢哈，这一个部分呢，它就是算 hydrogen gas，而我们现在算的哦，是算那个粉少了多少。你知道吗？因为材料会少吗？Hydrogen gas 产品会增加吗？其实两个都可以算了。其实，OK。所以啊，现在我们是用材料，材料是减少的。一开始零点二，过后剩下零点零五，说它减少了多少？你拿大减小了，是吗？啊，OK，mole。说这个是我鼓励你要写，那个单位的啊。然后时间，30秒，OK。就是这样吧，OK。所以第四题哦，答案是 B 来的哦，对吗？B 来的，就讲你会按到这样啊，0.005啊，是吗？一二三啊，是吗？这样的话你会看哦，为什么是 B？会看哦。所以我们要变成，如果啦要变 standard form 的话啦，移回一个位、两个位、三个位咯，0.005咯吼。有错有不一样，跟我讲啊！我没有在 uncalculate 现在，我在参考答案。其实，因为有时答案是有问题的，我也是不完全相信答案的，只是算了，我没有要拿 calculate 出来吧。给、okay, 答，所以这个你可以写一写啦。如果你要写它的那个算的方法的话，OK 哦，好。所以，如果考试他叫我们写啊，你可以写0.005的，没有问题的，不一定要写成哦这个 standard form 不一定的，只是这个答案他给 B，你要会啦，OK，这些呢其实啊你也可以做一做写，没有问题，因为我看到一个有的算的了，OK，好像这个第七题有的算，这个第八题也是有的算，OK，我们已经学了，你可以 try 了啊。我虽然没有想要给你功课，但是我鼓励你现在 try 啊，因为我们刚刚才学完，OK。啊，或者是你去吃了东西，你就 try 了啦哈。我们刚刚才学了，所以我觉得你 maybe 你可以去 try 一下first minute 你看到吗？second minute，first 2 minutes 哦，这样的东西。OK，我下一次再跟大家解释最后一个，然后跟大家讨论一下啦。OK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先到这边先啦。OK，你把你小的东西还是怎样啊，交上来啦。啊，拍个照啦哈。OK，不一定要现在，你可以去吃东西还是什么先。我们到这里先啦，大家，bye bye everybody，有什么不会可以再问我啊，私底下。一直 end 不到。